奥特曼哥哥，艾斯哥哥，泰罗哥哥，如塔，奥特曼。德奥特曼，贝塔攻击。大家好，我是小冉。最近呢，奥特模组也是终于更新了哈。这次更新呢，主要是更新了三个全新的形态。这里有人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奥特模组更新了这么久了，你现在才做视频，这还能为了什么呢？点赞更多，更新越快，好吧。废话不多说，好吧，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更新内容。这次呢，我们更新需要用这个勋章来进行变身，比如说用我们这个戴拿和这个高斯的力量就可以变成我们的赛罗的新形态，比如说这个强壮日冕型和奇迹月神型。红白色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帅气。第一个技能呢，就是艾梅利姆光线了。这里面的所有技能的话，都是可以对怪兽造成伤害的。你比如说啊，我们这边的话直接来个火焰飞踢就可以把它踢飞了，你能信？其实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击退啊，不过的话也是挺不错的。第三个技能呢还在制作当中，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月神奇迹形态吧。奇迹形态的第一个技能呢同样是艾梅利姆光线啊，这个赛罗的三个形态都拥有艾梅利姆光线呢。第二个技能满月光波可以从手掌当中发射圆环状的光线，很可惜我们月神奇迹形态呢并没有咱们擅长的投标技能。还有一个泽塔的力量型贝塔冲击也是需要勋章进行变身的，这个头部的建模呢也是比较的厉害哈，算是比较还原的了。一技能居然是泽斯蒂姆光线吗？啊，这个也太简陋了吧，很可惜发射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动作效果。第二个技能呢同样是奥特屏障，一个防御型的技能吧，非常的简单。三技能呢看图标应该是宇宙泽塔之光嘛，还在制作当中，现在的话不能使用。这就是本次更新的内容呢，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免费的模组还更新这么快。